Hello 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露丝。看今天外面在下一点点小雨，他们说这个是春雨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呢。今天拍摄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好看，所以可以给你们录一个 vlog。 去看看我的妆容，今天有一点漂亮。现在已经换完衣服了，今天的衣服是这样，不灵不灵的。看到好美，有一个光，有一束光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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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呀！江江。这里有一个秋千，挂在树上。哎，这可以，想起。今天呢，我们是专门过来体验一下露营的，当当当当，还准备了这么些东西。本来今天应该是有太阳的，结果下雨嘛。但是我觉得下雨反而更加的好看了。今天的嘴唇非常的润，而且一点纹也没有。为什么？这个好像是新配方，然后在这个唇釉里面加了多种植物精粹，所以它会比较保湿。哦，这样吗？所以它就完全不会干裂起皮是吗？那这个很适合我们拍戏用啊。这还有一支叫色眉乌龙306，你们有没有听最近那首歌？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，那我尝到你嘴角一个色眉乌龙。改词会被罚钱吗？不会吧？不会。The next day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丝，早上好啊。今天呢，想要出工之前给大家分享一波我新到的快递，就是这个啦。他们给我寄了一整个新系列波光名片唇釉，新的系列看到了吗？我现在涂的是这一支304冰滴红茶，就是我现在嘴上涂的这个，我可以再厚涂一下。还不错吧，现在呢就要出门啦，拜。小红书。